研究所咧上课的时啊，我希望我的研究生拢带电脑来。哦，各位同心，那我们就开始上闭幕式哈。这节闭幕式由我们的参议院好张文彦张议长带来演讲，好，请用掌声欢迎谢谢谢。感谢大家来参加。咱要行的路，目标是要甲流氓政府，请伊去金门妈祖平潭岛，是毋是？这三天来所上的课，大家唔知有清楚无？安尼足感恩啦！咱就是有这个福气，才会听到啊，台湾民政府这个见证法啊，秘书长有咧讲见证法，恁来加。所谓三天来有两个铁律，讲见证法内底是咧讲啥物？第一就讲，咱来复习一下，占领会使移转主权未？未使哩嘛吼，啊，过来。流氓会使就地合法的，袂使哩嘛吼。昨新闻可能有出来，讲双向言啊，底下咧升，迄个车轮牌旗啊啦，有啊无？有嘛吼？是安怎要升？恁大家会思考。我看有诶讲师，说不定我讲过啊，秘书长也有讲过。我哪会要阁提出这个问题给大家？因为伊已经无法度啊。依照战争法，迄、那个旗啊根本就无效啦。咱拜托咱的啊同心啊服务的同心吼，咱马英九的就职典礼，伊是用多一个旗啊就好啊。咱来甲，互啊大家看卖这里。啊，咱来马英九。咧就职典礼的旗啊，哦，咱来啊，予大家看卖者。咁这支，这支对唔对？伊挂啥物？挂这支啦。这就是5月20号在啊。总统府啊，这个内底啊，介绍堂内底啊，啊旗啊，那会挂一支。我即马就是要讲这个重点，予大家知影。有人看到无？是安怎无共？啊对啊，你爱讲理由出来啊！伊那要挂一支，无啦！啊，恁报纸顶出来，恁有去看到无？本土台湾人有去反省无？对啊，啊，就讲百姓嘛，对啊，大家无关心嘛，哦，所以讲。大家福气啦！
因为恁来遮三工，才会了解足清楚。你看，伊上尾里面，伊来创这个机啊，甲双向缘是生的是生到一个机啊嘞，生这个机啊，吼、哦，大家好去思考啊。这就是要跟大家说，我们一定要换足这个有这个敏感，了解这个情形。大家一定要问嘛，伊甲美国讲，我若要来做民政府啦，我阿爸要用这支啦。安尼啊。啊！伊伫双向缘，即个升起就无路用啊！伊若要甲美国要求，即个动机伫倒？来，咱本来要麻烦来本一个，就是测验我们那个民意测验的资料，咱大家来探讨一下。吼、哦！啊，一个人摕一张。哦，一个人摕一张，啊，咱这未交出来啦，叫做测验啦，民意调查的测验啦，让大家更加清楚，因为有这两支，让大家去思考。哦，安尼。大家都足清楚啊！即卖吼，利用十分钟，你家己认为安怎？你甲写写咧，甲考考咧，因为我提这个做开场白啦，做开场白啦，啊，再过咱再过来讲落啊。安尼，大家即卖开始，你。咱这也无要讲吼，啊！你认为安怎？咱较早啊，接过来说明一下。吼、哦，你即马因为咱读过三工啊，啊，足清楚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啥？这就是咱较国防部较上好，啊，甲。国务院较无上好，国务院加迄个要做迄个流亡政府，有较伊要几百年啊嘛，的关系嘛，所以因较上好，所以现在啊，我提这个例子，伊遐升的是升这个。伊唔敢升这个啦，伊唔敢升这个啦，伊唔敢升这个，伊安那唔敢升这个？伊讲，都有台湾民政府啊，伊那要准你，你这按照战争法，伊都无法度就地合法。咱确定按这个补充这个例子来甲大家讲。啊，现在摕到这张，你所知啊，你家。写写嘞，啊，让大家会足清楚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有无摕到的人，哦，你有诶有无摕到的人，都啊去确定，好、哦、去报吼，歹势吼。啊，不要紧，你家己写，家己写。咱这就是要让大家足清楚，因为安怎讲，这叫做啥？民意啊，咱的标题叫做啥？民意啊，调查测验，因为咱来遮读啊三工啊，啊你感想安怎？啊测验这里。哦，啊，当然，
今晚有何大家标准答案？哦，这有何大家标准答案？哈、哦，啊，不要紧，啊，咱请这个给大家做参考。好，因为时间的上个时间上的关系啊，咱要把答案啊公布出来，予大家啊知影这里。后来咱才麻烦这个就是美国，咱去加啊。高等啊，迄、那个叫做高等法院判决以后，啊，今年派这个叫做副检察长来甲咱关心，伊发现着讲，哎，啊，遐久啊，咱奈也未完成，到底是虾米原因？要来了解者。好、哦，啊！伊阁去流氓政府问流氓政府有啥物意见无？流氓政府干呐讲，看会阁予因延一下无，较慢一下无。啊！伊讲，啊未，若要较慢者，要安怎？伊讲，我阁甲恁买。军舰，甲你买飞机，佮甲你买武器。啊，当然，美国伊主要伊是啥？伊爱啥？伊个利益尔嘛。好啦，佮袂离啦。唔只最近只奥巴马佮签哩佮袂。啊，这就是啥物情形？这就是。因为这个国防部甲这个啊，我们所讲的，就是国务院两个无啥投机啦，啊无啥投机，啊要安怎解决？啊，咱就是正确的啊，伊讲啊无安尼，咱来。民意调查这里，所以这都足重要的。啊，因为要民意调查，啊，咱十二月把它泄题，有啊无？有泄题啊无？大家提来报纸，提来看卖咧。好、哦，啊，报纸现来看卖，因且紧张啦。啊，紧张要安怎？甲美国讲，安尼哪会杀你？我飞行机啊，要甲恁买，船干嘛甲恁买啊？钱也付啊，啊，无行我阁延者，要哪会杀你？啊，你这个题目阁泄题出来，安尼因一问卷啊，啊，民意调查因包死个啊！伊讲。啊，无要安怎？
国务院讲啊，无一月初你机啊，互阮升去哩。国务院讲，这支机啊，头拄啊，互大家看，迄支机啊都无效啊，世界无升你咩啊？讲好啊，无你去升迄支机啊。这是我的判断啦，安尼唔知有清楚无？哦，这是我的判断，意思是啥？要拖时间拖较慢的，要让人稳健啊，让大家搁一个幻想讲，这个流亡政府还存在啦。实际上，伫美国，你若要去美国，迄个叫做。要去申请，伊也做啊，迄、那个美国网站里面根本找不到中华民国啦。安尼大家清楚无？好、哦，安尼人若要问，一定恁转去，一定真济人会讲到啥？会讲恁来遮互骗去啊嘛吼？啊，迄个机啊要升起来嘛？啊！你要安怎甲讲？你着甲讲。啊！你唔知啊？迄、那个做2012年5月20日，恁迄期伊伫总统府出来迄个期啊，恁有看到无？应该你都无爱滴啊！啊！你升起哩？有啥物？迄就是咧，搁咧骗咱遮个只老百姓啦、啊。安尼大家有清楚哦，安尼等下我会也要解说啊嘛吼，嘿，安尼这就是，嘿，会使甲大家讲个清楚。好，啊，咱遮过来看这个吼，再看这个，吼，这个当然以我来讲，啊，秘书长伊用的是牛甲牛生出来就是牛嘛。我就是讲，我安怎解释？我甲讲，我叫阮老爸叫乌多山，叫阮老母叫卡匠。我到底是虾米人？安尼就好啊。哦，我叫乌多山啊。阮老母，阮老母甲叫讲呼苗呼苗，我。日本讲叫做迄个九福米希口文呐，叫做福米啦。哦，安尼大家唔知清楚未？哦，啊，所以讲，我一个足好的朋友，迄是我的学长，但是伊摕到教授的时间比我较晚足济咧。我摕到教授的时间比伊较差，因为我足尊敬我。我来去台中，伊就。会去加载。伊讲丁教授啊，你那咧变遐有空无算个呀？会加这个指责啦。我甲讲，我那咧变有空无算个。啊，恁拢是要做啥？甲佫讲啥？讲咱哦为背叛祖先。我讲乃背叛祖先。我啊，怎登去？即马吼，咱伫庄卡拢，迄个要做啥？诶，唔是迄个网吼，较早诶网拢清清起来对无？即马拢进塔对无？我去阮祖先诶塔里面，皇宫暗迄个叫做暗啊吼，跳过来暗啊吼，去甲看吼，嘿，干哪？两个皇宫阿嬷写啥？唐三祖啦，登山做，干咱两个尔呢？像我可能七八个吼，啊看两个，啊没有看到唐三妈啦。你若有唐三祖，应该都要有唐三妈嘛，登山妈嘛，啊无啊。啊，就是迄以前较早拢罗汉卡登山讲过台湾嘛，啊来个遮甲平埔族的安怎结婚嘛？
啊，毋则讲无去摕大位。啊，阮老母过身，讲叫我都爱去请阮无去来啦。啊，这就是确实啦，阮无去来才会使封顶呢。这是风俗，中国有这个风俗无？无啦。安尼，恁什么人？人无去坐大位的，恁拢是贫富族的后裔啦。啊，我个马街林玛丽做啊 DNA 的检验，证实了台湾90%迄、那个做啊，伊个数据有出来哦。啊，因为数据大家会使去上网去马街啊，医生林玛丽，那么 DNA 的鉴定，随上去查，足清楚，80%-90%拢是啥贫富族的人。安尼，我有违背我的祖先无？无啊，啊，因为伊。因为有一摆我去伊遐，伊甲我招去哦，伊伫台中啊，招去哦，国民党诶立法委员请，迄、那个查某诶立法做足久啊，啊卖讲伊诶名，啊都无法度因是足，啊当然查出来拢有18%嘛。因某也18%嘛，啊，所以讲，假讲丁教授啊，你当时咧武遐有空无算，要创啥？哦，啊，我所以甲大家讲遮，啊，若大家要了解我，我足简单，上网我迄个名甲拍咧，佮加两教授爱看到我的资料，哦，这都一课表内底吼。啊，上网去，哦，干那张文燕教授，因为张文燕我采集个名啦，啊，加两字就会了解，看到我个资料，好、哦，啊，这大家按照第一条，大家就足清楚啊，哦，咱也唔是啊，都唔是迄、那个因迄、那个日本天皇，因为伫啊八月十五啊，1945年8月15投两个啊，伫长崎啊啊。啊伊阿伫个投原子炸弹日本天皇惊到啊，讲我若伊唔知有几粒，我若唔投降，一个所在拢甲你结结落，啊，我啥会灭宗，啥灭族呢？这个族日本族啥灭无去呢？啊，所以惊到讲啊投降，好啊这个啊。这个就是迄阵啊，拄啊投降以后啊，这个时间点啊是这个9月7日啊，因才派啊要来接收啊，这吼、哦，那依照这个历史来讲吼，中国跟日本打仗拢战输啦，讲有。一个讲，伊叫做打败仗的战胜国，好、哦、这打败仗啊，但是迄、那个盟军美利教的啊，头拄啊咱当心伫啊咧啊外口咧讲啊美利教来苦秀来添炸弹，啊拢大家拢咧避风过河。啊，我迄阵啊，庇护掉啊！哦，啊，这就是美军来轰炸，啊，轰炸啊，都啊，过去轰炸原子大战啊，伊只，咱迄阵啊，就是日本时代的人。迄阵啊，咧发生战争，日本政府也都蛮照顾本土台湾人的，拢是配置呢。我有予恁迄个粮食配置予恁嘞，我看像咱那即马即个
刘邦政府伊咧插插你咧，这就是咧甲大家讲这个情形，互大家知影。吼、哦，这第一条，那诗你就写诗，咱就袂使，伊你就是本甲迄个马克尔帅啊叫蒋介石派人来接收这个情形嘛吼、哦。啊，咱即马吼，这知影嘛吼。哦1946年，这张大家拢看过嘛，对不？吼、哦，啊，这就行政命令嘛，三个国家，吼、哦，英国、啊，美国，甲把加拿大海执行，啊，这拢上课拢讲过，啊，这张也看过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也知影嘛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这是不是自愿？我跟你讲吼、哦，咱要去移民呐、啊。走去外国去，你去走去倒一个国家拢同款，上头予你什么？居留证尔呢？摕居留证几年了后，你没有犯罪，才会使去申请啊公民呢？是毋是安尼？拢是安尼啦。咱欢迎啊！这个时阵以后来的人，我来办身份证，办什么身份证？居留身份证，咱也有甲发行。吼、哦，伊唔是 TW 啦，吼、哦，伊是来先来办居留，啊，伊认同啊，咱的论述啊，我们在啊，依照台湾权利。啊，人民啊，台湾人民啊，那么《权利法案》的规定的时间来办，经过宣誓效忠台湾，安尼伊乃使去取得啦。所以恁回去，伊那第二代、第三代有这个台湾心，你甲讲，我叫伊进来办，吼、哦。叫我进来办，无一定讲是本土台湾人才来办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因为他认同嘛。因为我们不能说，因为美国也无爱安尼啊。你认同，希望你留下来，可以你效忠台湾民政府，安尼也可以，因为你要经过这个。从拘留啊一段时间表现不错，那么你也没有什么犯罪记录，那么你再来办公民。因为咱现在拿的身份证都是什么？国民呢？他怎么发国民给我们？以前在教书说20岁就公民了嘛，啊，他怎么发国民？要拿来要国民，因为伊犯法嘛，袂使发公民也较犯法。哦，啊，这就是甲大家讲，哦，这好了，给大家系头拢头一步的啦。后来，哦，啊，这大家就是讲，那阮老爸伊那是日本时代的人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吼、哦、啊。哦，有啊无，因为会使予你改啊，会使予你改，啊，你要改，我会使改。哦，啊，若要装要改吼、哦，我看应该是工厂嘛，哦，一个工啊，甲拆开。我的想法吼，这唔知对唔对吼、哦，我若是装要改到日本，日本拢四字的嘛。嘿啊，日本的名拢四字嘛，啊，我若讲，我要改，我要啊，无就会使一个工嘛，啊，再一个厂嘛，工厂文院嘛，哦啊，好类似，好大家做参考啦。啊，因为咱有诶本土台湾人走去遐吼，伊姓曾啦，啊，伊就讲曾根，我若会使讲用张根跟根啊。金就是讲，阮祖先留落这个金，吼、哦，就是张根，吼、哦，文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予大家做参考。
大家去思考这个吼，吼、哦，系啦，系啦，系系系系啦，系，这吼、哦，这吼、哦，你，咱当然是，因为美国一直强调解决，咱台湾问题啊，从他啊，国务卿，因国防部。拢啊，甲因个啊，国务院拢是用啥？用啊，国际化、战争化，旧金山和平条约跟啊，台湾啊，基本法，吼、哦、来解决，吼、哦、来解决，吼、哦、啊，当然我们是吼、哦、依照拢是赞成嘛，吼、哦、啊，过来咱过来看讲。咱遮爱特别注意哦，吼、哦，遮要注意。咱是爱讲台湾人民的主权有自治权利，即句吼，咱是自治鸟，因为李登辉，咱足尊敬的，13年做总统，做13年的总统啦。阿扁啊，咱足尊敬的。做8年，李登辉讲要台湾城弃掉，啊，台湾城弃掉变成什么？台湾国安呢？是不是？美国讲袂杀你，才变成动神啦、啊，要袂使弃掉这个神啦、啊，神还有啦，啊，只是把它还有。沈主席的，你知道现在沈主席什么人吗？有哦，你不要去用公布啊，就新的市长，哎，林振泽都跟我同事过了，怎么说同事？他若是某一个大学，他是董事啦，啊，我也董事啦，捌斗阵开会啦。伊是省长呢，省主席呢，佮即摆要来领省主席的钱呢。啊，有甚物？遐议员也有呢，等于啊，叫做啊，伊叫做啊，审议员啊，咨询啊，咨询议员啦。还得你按咱的钱呢，啊，所以李登辉就莫名其妙啊，讲我要把台湾省废掉，啊，美国讲袂使的，过来边个讲，李登辉袂使的，啊，我先参加联合国，写资料扣去上联合国，联合国退惊，连开都无甲开，甲退惊，爱讲啊呢，好。你联合国就是上注重公投嘛？伊讲我要来公投，美国讲你是麻烦制造者啦，足惊阿扁阁出来啦！伊今出来阁去补一空啊，足惊哩！所以讲，阿扁交代讲出来拢爱掂掂啊，袂使哩，出来阁。你是麻烦制造者，你够啊担心吗？啊，你看，是不是这个状况？拢搞不清楚啦，因为他不晓得台湾目前的状况，因为这都是美国占领，还有他是占领国。你什么拢爱美国同意？咱家虽然讲算出来，总统算出来，总统的就职典礼一定要美国总统的贺电没有到，不能就职了。有一个案子，我要给大家讲。迄阵啊，
啊，拼第二年算掉啊。哎，啊，都时间要到啊，奈美国总统拢贺电拢无来，起码因为安怎呢？选举委员会啊，无打出阿扁啊选到的公告，啊，才知啊，去迄、那个下心，伊去甲去总统府甲阿扁啊讲啊，你爱迄个要怎啊？公告紧打出来，啊，迄、那个贺电就会到，所以一挂遐要做。啊，反对的人啦，啊，遐做啊，罗斯雷啦，甲迄个做李清华啦，拢去去为买好打迄张广告呢，去啊弄破的，迄新闻挂大，大家敢有看到啊无？对啊，啊，迄就去甲打出去，啊，搁去用贴落，哎，上甲翕一下，啊，现甲打起，哎，翕一下。怎啊寄去哦？美国安尼就公告啊成功啊！迄个怎啊？奥巴马贺电就甲总统府去啊，伊才会使宣誓就职啊！这有个人无咧讲啦，我讲给大家知影者啊！即马这个状况啊，美国车。这个是国家机密啊！你哪会使下心？你哪会使甲阿扁啊讲？所以下心无偌久就落台呢？有安尼啊无？有，这就是安尼啊！所以咱拢唔知啊嘛吼。系啦，拢系啊！啊，所以讲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吼。这个情形啦吼，啊，咱会去了解吼，所以讲，这咱袂使独立的啦，这是要美国，迄个他是占领台湾，他有主导权，你不能独立就跟他啊战争啊，咱若要独立，伊就甲美国战争，哪有可能？吼，这予大家知影者，所以。太阳花，迄、那个咱顶年啊，迄、那个3月30号，全世界太阳花都响应，啊，响应了后啊，美国惊到呢，讲哇，真少年呢，阿伯吼，咱也讲，要把流亡政府拉出去，啊，无先紧甲讲好清楚，到时，伊若安尼来围，安就歹解决啦呢，伊也惊着呢，所以，迄、那个4月3号啊，美国副国务卿亚太主管亚太的副国务卿叫做罗斯。发表下罕见来，这个可能我报道我有吼，咱来找这张，让大家看嘛。罕见的安怎？伊怎讲啊？伊讲罕见的要给台湾自治啦，这个、报道啦，你看卖的，这唔是我后边讲的，吼、哦，大家看。美国治理国务卿，哦，罕见，哦，挺台湾自治，这就是什么情形？哦，啊，伊这个就是啥？你看，美国支持台湾的自治，哦 ，autonomy。这就是讲上面有人呢，啊，一个台经济系教授啊，都啊有机会做阵啊，伊咧甲问啦，啊，恁台湾民政府，恁是要甲台湾带来去？我甲讲吼，咱就是
行，甲加拿大共款。加拿大，你爱了解，加拿大是英国邦联，它上面有什么？英皇，上面有英皇，所以是啊，英国邦联。啊，因为我们就要跟日本变成类似英国联邦这个方式的，对啦。啊，你唔知大家知影无？咱就是要行到讲，咱是甲日本大日本的邦联。咱面顶有啥？有天皇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。这个知影嘛吼？好、哦、啊过来，咱了解这个，就个真清楚啊嘛。哦，咱个即马个等下咱的答案的地方，好、哦、过来好、哦。所以咱。干呐，我都自治尔，咱袂使独立哦。一独立就跟美国发生战争了。好、哦，啊，过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起码就是讲，这就是咱是日本台湾人嘛，哦，日本台湾人。啊，这个时阵啊，那个台北市市长选举啊，啊，连战，因为。伊去伫中国，伊讲伊是屁外讲纯的中国人呐、啊，有哦。伊伫中国讲伊是纯的，因为伊生伫在西安嘛。伊讲纯的中国人啊。哦，啊伊即马因囝要选台北市长啊，伊讲柯文哲是啥？皇民的后裔，啊，这就是对啊，100%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应该啦，啊，过迄个侯伯村讲，咱还是皇民后裔，啊，无咱本土台湾人拢唔知啊呢，恁什么人都唔知呢，未使甲因选流亡政府的市长啦，讲得较明的是安尼尔。伊即句阁唔敢讲出来，伊讲恁是日本的后裔，啊，恁哪会使甲阮来选流亡政府的台北市长？你大家去想啊，尾啊，即句唔敢讲啦，唔只气甲讲你们是皇民的后裔，啊，哪会要来甲阮抢这项？安尼大家唔知清楚无？啊！你，咱是日本啊，台湾人啊，咱日本台湾人，哪会使甲因选这流亡政府的台北市长？迄、那个连战要咧骂阿扁讲窃取，用偷的来做迄个流亡政府的总统。有安尼啊无？啊是安那叫做窃取？啊你都袂使来选流亡政府的总统，啊恁遮个拢是皇民要来跟阮抢，啊这就是安尼嘛，要讲就是安尼嘛，啊所以大家拢唔知啊，大家讲咱来讲这款话，啊实际上就是这个问题，实际上咱边界去选。伊早都爱有一个小的国家吼，迄、那个波罗的海三小国内底啊，迄阵啊苏联要互因选，啊因推出的人，因遐波罗的海三小国拢无爱去选，选起来去。投票率啊不达到差不多
二三十趴尔。到尾，因遐人民讲，世界各国都起来讲，因选举无遵循啦。咱啊，大家拢卖去投票，投票率只是一二十趴。咱来讲，因选出来拢无遵循。到尾啊，因家己人民组织起来，怎推出来办理选举？啊，选举以后有九十几趴，所以算出来，做因遐政府，大家人民都同意嘛，90%几投票投出来，所以世界各国拢承认嘛。啊，所以讲，咱甲大家讲，卖去选举，就是有这个理由。咱也可以投票率降低50%以下，咱要甲讲这个选举无效，对啊，人民无效啊，这就是一个关键啦。好，甲即马我知影，我拢无去选举，因为这选举无效啊。哦，爱有一个观念，互大家清楚啦。吼，啊，这就是互大家讲。啊，过来，吼，你甲讲袂杀你吧？哦，他都有讲过啊。哦，咱当然有法度做成日本的联邦尔吼，大日本的联邦吼，啊，不可以独立啊，成立一个国家。啊，但是加拿大那是。在世界上都会用加拿大啊，那个秘书长也讲，讲波多黎各，伊出参加运动会啊，伊来用波多黎各啊，哦，那个名啊，所以这就是讲，我们虽然不能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，但是我们都可以用台湾，是安怎怎啊？台湾派出的选手。拢用中华台北，应该上课大家拢清楚啊嘛，因为是流亡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啦，叫做中华台北啦。咱大家想无，啊用台湾较简单啊，那用中华台北，啊就是安尼啊。你是流亡政府，啊应该你我爱家你讲，因是流亡政府啦，哦，啊这。啊，这个吼，咱起码也成立一个吼，是日本的一个部分，哦，啊，过来根据这吼，台湾是否应寻求成为中国或中华民国一部分？这不可能嘛？是安那不可能？咱爱会跟你讲1945年4月1号，日本已经啊在台湾实施明治宪法。一实施明治宪法，他把在台湾选出三个参议员到东京开会，选五个众议员到东京开会，他。参加二次世界大战战死的本土台湾人，跟你奉啊，甲你靖国神社创一个神位啊，互你遐，因咧甲咱拜，伊迄就是叫做靖国神社啦，那用咱遮的习惯叫做忠烈祠啦。为日本建设的创新为的忠烈祠礼拜，的美国靖国神社礼拜。哎，对啊，就是日本的靖国神社啦，靖国神社干了日本有，靖国神社底下礼拜。咱你嘛过去想这点吼，823炮战，本土台湾人死偌济？咱家的忠烈祠有在拜无？无啦，因为恁是
日本的货语啊，袂使入因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总理处啊，啊，这就足清楚啊，啊，大家都讲刷刷，你看差哈济吼，日本他已经把你认定你是日本人，啊，流亡政府啊，你是日本人嘛？228事件，为什么世界各国拢无做声去思考这个问题？这就是我们是那个时候我们是战败国，你们是战败国的子民，你一定要接受战胜国的命令跟要求，你不能来请愿、抗议、游行，机关枪架起来就跟你扫射，这都没人说，我第一个说，这要去思考这些问题。真的啊，他跟我们改国籍，就有三国出来抗议啊，违背人权，去请愿，啊，就没回来了，判决了，都抓抓的手更更的关淡水河下去。所以你去想，世界怎么 没出来发声啊？你是战败国啊，你自己说你是战胜国的，他就是跟你们误导我们回归祖国了，你们也是战胜国的子民。而光复节啦，4月1号是愚人节啦，4月1号那是骗人的啦，日本天皇实施啊，这个叫做4月1号啊，那个也叫做明治宪法在台湾，那个4月1号公布都是骗人的，那有那个愚人节，大家去思考，啊，佮你创一个光复节。这都是什么？光复节那个牌楼还有美国民定和美国国旗，大家有看到吗？这样就很清楚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大家再想看看，真的，我们那些人去抗议，那些都白死的，你要去检讨你是战败国的子民，只有接受命令，没法度。啊，恁大家去请愿，甲你几百、几百、几百，拢几百，甲你压力的怎啊？官员家家内底，看一个时间，啊，无清气啊，甲你手更更的，甲你赶去淡水河落去。啊，这是事实啦。哦，安尼，咱大家去想看卖。哦，啊，这过来讲吼。咱这就是要让咱选啦，你最喜欢的哪一个公民嘛？哦，啊，当然，有的人讲啊，去日本，因为咱是日本联邦啦，哦，台湾甲日本的联邦，啊，不然咱会使参加世界大会用啊，迄、那个用台湾，啊，咱这个旗啊。咱这个旗啊，已经4年啊啦，拢入去皇宫。啊，那咱唔是伊个一个诶做子民的话，这个旗啊，敢唔发到好入去？100%无可能啦。顶一年。我伫网站看一个啥，看一个迄个民进党的旗啊，伊也去反攻，但是伊无安尼压入去啊，伊去啊人足济啊，伊也超工要翕一张啊，伊讲伊甲压出来讲安尼，
安尼人家摄一条，安尼讲伊啊，去伊那几几啊公里要环公里去，无迄个是，咱这大家拢压伫安尼，拢压安尼入去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事实上，日本足清楚啊，台湾就是他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哦，啊，即马安倍要完成，啊，因这以前这众议员啊，可以呢教育家家讲，咱啊何必要较麻烦？啊，咱的教科书都安尼写，啊，咱都战败啊，啊，甲台湾啊已经献予中国啊。两三年前啊，差不多啊，两年前拄啊有机会去因的社团，因的即马教科书一定会改，日本的教科书会改，哦啊，因的安倍甲这些众议员，因认为不要有自卫权啊，因这个自卫队啊，安倍迄阵啊要给大家表决，啊无过嘛，啊无过，他用行政命令先通过，啊即卖才甲解散，迄个怎啊？众议员，结果定算，即卖超过三分之二，所以伊即卖一步一步，一定会把这个，迄个做废掉，修改这个。因的宪法，啊，美国也是支持他们，因为美国想要安怎？因即马上好叫日本天皇来处理台湾问题，伊的方式，我这个想法啦，哦，啊，类似琉球的模式啊，啊，当然我们去跟天皇已经。四年他都很清楚了，他那最近安倍也要派人来跟我们去谈，啊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这就是实际上跟现在弄足清楚，啊，是时间上爱一步一步做出来呢。安尼，拜托大家做两件代志，好唔好？第一。回去一定要去叫那些少年的，哦，从这个头前这些少年的，哦，去招他的同学啦，都招来上课啦，因为他要为台湾奉献打拼，时间要很长的，哦，啊，所以说去招这些少年的来，哦，啊，靠专业安尼，拢来参加，伊对咱台湾的奉献时间较长。啊，那从我安尼，大家你就知影，我头几回应该大家拢足清楚。我叫阿多山叫较长，啊，所以阮拢爱退休啊吼，啊，互少年的来啦，嘿，拢互少年的来吼，安尼吼，这就是。要跟大家拜託一點，第二點，要再拜託大家，身份證啊，這是百分之百正確的，確定啊，接放那個影片，好啦，不然現在隨放身份證的那個影片，讓大家清楚一下，啊，這確實就是那個好来，这里好，对吧？从这里好来，三立的采访好。宣传单、报纸广告、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，到处可看到“台湾民政府”五个字。走一趟总部，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他们，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。嗯、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，会有那个证书。嗯、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。
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。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，附上姓名、电话、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才内阁制，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洪道言，所以才有这个旗子。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，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，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，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怎么样？生吞活剥台湾人啊，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。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，你告诉我。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，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，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，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。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，少说几十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机坪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？外界都睁大眼睛。三新闻黄玉峰、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。啊，这就是三例哈，报一百年，所以大家拢看无嘛，啊都。无看到暗了，好你家在咱有去甲 copy 起来，啊无，伊安尼报出来尔，啊那迄阵啊，三日讲24小时直直报吼，啊大家就搁赚较济。但是我感谢三立，但是伊甲咱讲自制吼，家己做个身份证，它是美国制造晶片的身份证，好，咱即马即个新闻前个迄个叫做。咱过来看一个，迄个现身说法，哦，这就是现身说法。咱这是晶片的哦，啊是美国制造的哦，去美国拢会用的哦。好，来看这里，好，现身说法。议长、秘书长，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。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。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最清楚，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。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们就用 ID，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，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，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， 没问题。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又几个同心说姚夫姚夫过来过来，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，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哎，怎么要去那里？原来要又要到国务院。那国务院呢，我们7个人就进去，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，行，好 OK， 我就进去了。这是非常好的见证。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，不是呢，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，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。必须定义灰灰熊干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，二变成了五，难怪我们高沙就说1234也不知道1+1=2，所以真的搞混了。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，不要讲好了，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，所以非常千真万确。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，都好，安尼大家足清楚。咱过来看讲啊，各有一面吼，咱去迄个关岛啦，哦，关岛伊来用伊来去甲海关讲啊，都
我期待啊，会使要做一个啊，来做一个证据无吼，啊来一个迄、那个，啊伊讲好啊，啊你看这官道入境的戒因啊啦，啊因为出境伊就无个等因啊啦，啊所以这大家看都足清楚，这个用这份啊，伊要官道的海关叫。啊，关岛什么人咧管？美国咧管嘛。好、哦，啊，今仔入秘书长甲恁讲，咱即马即张啊，去世界拢会用的安尼，有啊无？再去嘛吼，安尼大家有欢喜无？啊，有要未请的无？才拜託大家給他催淚叫他進來辦這樣好嗎、好好感恩啦感恩啦、大家感恩好、我們這就、我們現在又回來題目、我們的那個做這個、問卷啦、這個民意調查的問卷、我們再來这吼、因为看你爱多一个，互你选，你无可能美国无爱互你。波多黎各，伊都讲要成立一座州，因才50州尔呢。参议院、众议院通过，他不再增加一个，所以无可能嘛。哦，咱即摆就是啥？维持现状可能。会很多人听说维持现状，维持现状你就包死的啦。你看那个叫做流氓政府，他的负那个叫做什么，那个叫做负债吼，多少呢？那个阿扁啊做八年，伊即马也超过阿扁啊，啊无虾米建设啊，真正确实差足济咧。啊，好哩加载，天佑台湾，是咱叫做天佑台湾，别行啊，安那叫做别行，顶新。中国派鼎新来吃，要来甲咱毒死咱这的本土台湾人，足济拢大肠癌的，啊，大肠癌唔敢公布啊，数字唔敢公布，迄实在好哩加载吼，我往走去外国。一站啦，啊！但是我回来，我10几年啊，吼，我加减吼有去食着，但是阿弥陀佛咯，真正天佑台湾啦，吼，才会定心爆出这个代志出来。啊，哥，咱迄个要做啥？人叫可可姐啦，吼。诶，大家知影无？系啦，周一课吼，拉累，哇，这直直爆，啊，实在就是门神啊，足清楚，啊，足清楚。讲一个较简单，我本身啊，我有接到交通部讲，迄阵啊，你。要迄个要做啥？伊要设迄个要做啊，算讲，迄阵啊，我有咧收会员嘛，高速公路咧收会员。啊，若要佫设一个讲，啊你啊走即空，你若是去甲大同啊，你就会使走即空 ，EDC 啊走即空过安尼。迄阵啊，内底都有问题啊，啊大家。
出问题了后，交通部征求我是工业工程委员会的审查委员啦，甲征求讲我要去审查这个案件啊无？啊，我迄阵啊拄啊伫学校吼，伫某一个大学咧做董事，吼，啊，佫是迄个迄间校甲聘请讲座教授啦。讲座教授大家唔太知影无？迄条甲教授啊，啊，佫退迄个年龄都超过啊，啊，佫去哩，都甲你请讲座教授啦。啊，我是讲座教授啊，怎啊？我甲阮董事长讲，即马交通部叫我要去审查，我来好啊，吼。伊甲讲，啊，迄卖啦，迄度有发生这个舞弊啊，你要去遐创啥物？啊，事实上，我是审查委员，我是要讲较简单，我是专家学者啦。我的即马这个身份就是专家，又是学者。大家用脚踏有想啦，知高速公路都起好啊，敢若设一个扫描器，叫人去遐算钞票，叫财团去遐算钞票，把这些收费员把扔掉，连要照这个契约来实行啊无？早就无照契约，早就收归国有，啊，毋才对，毋是啦，真正足可怜的。咱看到遐个收票员咧抗争，实在看到真的流目屎。啊，这就是安怎？这若无甲财团挂钩吼，什么？伊按算讲，迄个要做啥？交通部长讲想可能无通做啊，即卖要啊，迄个已经辞职啊，迄个要怎啊？江宜桦辞职啊，伊讲高铁怎啊会倒？啊，即卖讲话，迄个要做，即卖这个毛治国以后，即卖讲高铁未倒啊。这个交通部长他无换嘛，讲未倒啊。伊若爱落台，伊就讲会倒；啊，免落台讲未倒啊。啊，你看这个，咱头脑较清楚的，高速公路拢起好啊，叫一个财团来咧收钱，啊，包赚的啊，政府家己唔来家己设，去收就好啊。干嘛安尼？莫怪柯批会赢，柯批甲咱的思想同款。咱的宗旨是啥？啊，来看咱的宗旨，因为咱是来普通咧上课吼，我拢会讲先咱的宗旨先讲，因为咱的主张大家拢知影嘛，这是咱的宗旨啦。咱要做什么？一切啊，为百姓设想。可比讲，人民要的，你就照人民去做就好啊。啊，那个十二年国教，教育部长讲去甲可比讲，啊，人民都不要啊，你硬要这样，唔则甲讲。我还有四年，柯皮公，我当市长还有四年啊！你教育部长到什么时候？明天可能给你下台，你都不知道了啊！所以柯皮也算了遐好，实在这拢是啥？天佑台湾！那么安呢？柯皮出来，因在。李文政府在拼死恶、拼死啊贪，因为安怎，伊
岸村被绕跑了嘛，于岸村被绕跑啊，所以咱今嘛来看，伊被绕跑诶要做啥？迄个单位拢咧撤销啊，咱来看绕跑单位诶资料啦。这就是讲少年爱上网去看，吼、哦，咱迄个要做啊？全国啊，内政部的这全国法规资料库上网去看，家拢安怎嘞？拢咧撤销啦！吼、哦，这下，这你看，这拢啥？汇集国防部啊，总政战作战局的组织条例，拢咧汇集啦，上网去看哈。好来。你看，一个单位拢废除了，啊，就是要落跑啊！吼、哦，啊，我头拄啊，甲大家讲啊，我那研究生咧上课，我拢叫伊爱带笔电来，我要求。莫讲，哎、欸、啊，这个教授讲话讲甲嘴甲全破，但是拢无影无七只。我讲，我讲到遐，恁上网去看啊！啊，我来教恁讲，恁即卖有大来人，恁就去上网啊！吼、哦，啊，上网去看就知影。头拄啊，你看头拄啊，这个全国法规的资料库啊，拢删除啊嘛！啊，这就是啊，这个足新鲜哦！这看了，咱再过来看一张，吼、哦，这拢是啦，直直删除啦！啊，我遮歹势吼，我无过。真，迄、那个真叫做真版啦、啊，因为迄阵啊，迄个时阵有遐济，我都遐济无够加新的落来，较歹势。啊，大家都爱上网去看，都几百个啦，拢删除啦，啊，都要走路啊，都爱删除啊。哦，过来，哦，这拢是啦。哦，啊，大家爱也爱用个做电脑。啊，安尼要甲人讲吼，足方便，叫伊去上电脑去看都好。哦，啊，你若大家翕翕袂，转去开好看。哦，啊，这就是遐济啊，实在遐济啦。哦，啊，这你看，这叫做吼、哦、留在哦。在台湾吼的中华民国政府各单位单哎，迄个行政组织拢是汇集啦。因为伊这公布出来，咱才安尼讲，伊才赶紧去甲美国国务院讲啊，拜托你，拜托你，今年吼上半年啊吼，啊机啊，互阮先出去，安尼啦，伊才要甲阁骗咱本土台湾人。伊讲，阮哪有要走啊？美国国旗啊，才升出去嘞。安尼大家清楚无？嘿，伊讲美国，你看，阮哪甲美国足好个，阮哪有要走？啊，伊这都家己公布出来，啊，要去骗咱遮个戆百姓啊。所以讲国旗啊升起来呢。啊，你甲问讲，伊迄个五月二十个旗啊，伊照主那用迄旗。啊，那也无同款，好，这